肉炒面，你想吃意大利面、寿司、炒饭，写一个纸条放在便当盒里面就会生出来。什么？米瓜？请问你是读什么贵族学校？我很喜欢食品科学科，食品科学系科学科什么东西？食品科学系的很喜欢做便当，哎，这样听起来也很奇怪。就是我们学校的食品科学系都很会，就是会定期做便当给大家吃，听起来超怪的。就是他们会卖啦，他们会卖便当。就是我知道他们会知道很多化学，可是他们会对，还有冰淇淋，他们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我只想吃，对，没错，我就想吃便当。那食部刚好取消了哦，我必须说，请问在场有人以前高中生活里面的福利社或者是任何热食部很牛的吗？或者很强的？看我以前真的就是一间没有名的小福利社，跟。有一些阿姨会抬着不好吃的便当进来卖，所以导致我高中所有人都带便当，哎，有鸡排跟蒸奶，有鸡排跟蒸奶，我是觉得有点夸张，还有卖麻油鸡，凭什么会有麻油鸡啊？读松山工农热食部有鸡排跟蒸奶，早餐就超多哦。我餐饮科就不一样吧，所以是高职才好嘛。我高中有卖鸡排，干到底凭什么会有鸡排啊？他们是在养你们的奶吗？有芋头牛奶哦，现场应该蛮多人不吃芋头的。还有羊肉炒面，你想吃意大利面、寿司、炒饭，写一个纸条放在便当盒里面就会生出来。什么？米瓜？请问你是读什么贵族学校？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神奇，我现在也觉得很神奇，那到底是怎样的高中？好，在我米怪学校养猪的吗？米怪开玩笑，你是小猪。我也好想知道米怪你读哪里。还有牛排，对，麻烦请把校名讲出来，拜托。就算是贵族学校，我也想知道到底是哪一家。那我努力一点好了，我把我小孩送进，我每天午餐去吃小孩的学餐。只是一般的公立学校，厉害的是外包的便当店，但如果什么都不写，就是一般便当。那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是不能讲的学校吗？你可以撕我吗？真的不能讲吗？米瓜真的是，你是在我这边吊大家胃口是不是？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刚刚有听到牛排的，还有意大利面、寿司，我觉得那些真的太夸张了。学校有酥皮浓汤算屌吗？我觉得算厉害了，有酥皮浓汤算厉害了。鸡排蒸奶还好吧？屁嘞！我学校连热狗都要抢，哎，你们可以理解吗？我要吃一根热狗，我去地下室还买不到，我连热狗都买不到。为什么你们有鸡排跟蒸奶？我很难过，我在万华错了吗？我在万华错了吗？每次放学，孩子姐姐问你要不要去摸，不要再问我，弟弟你有没有经验？我同学啦，我没有被问过了。弟弟有没有经验？弟弟要不要进来玩一下？我还不叫气死热狗，我还跟你吃全，我还跟你吃原味的，我要吃气死的，我要吃羊热狗，我还跟你吃热狗而已，我要吃羊热狗，里面是包气死的，咬下去会 juicy juicy， 气死我了，我真的很气，我真的很气，我真的不懂，但为什么我吃一根热狗都不吃不到。今天打电话给华江，我真的是要检举华江，我要去给一星复评，不然没办法留言。一星都不想给，我连热狗都要抢，烂学校。
好好，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学校可以卖鸡排、蒸奶？我到现在都还是不懂。请问，那我在这边好，我刚刚已经知道大家的学校到底有多牛逼了。我现在就来问一下，请问在场有人跟我一样要买什么都没有吗？就是只能去买那种十块的包装饮料。部分商品会抢，例如肉包，肉包我觉得合理。对嘛，还是有人没有嘛？好啦，那我现在心里安慰一点的啦。虽然是好像大家学校好一点的比较多一点。我以前真的是国中面包用抢的，国中我觉得面包用抢的合理，但是高中我觉得最扯的是他们高中怎么可以这么多东西啊？我高中到底在干嘛？不过、因为华江是前栋跟后栋啊，我们下课在干嘛？我们下课就是站在走廊聊天，然后高一高二的时候会看一下自己很喜欢的学长，因为我记得我们学校好像有一个学长很帅，印象中。然后学长毕业之后，大家就是在迷打排球。我们真的就以前就是在演偶像剧，我们就一大群，大家女生就在外面这样聊天，在那边。这样子就是这个姿势，这个姿势跪在那个走廊，然后看学长，看学长，然后聊天，然后没办法去吃东西。今天外面爬出哦，我们订外面的东西还会被教官追，不要再订外面的。然后不然就是广播说一年级班的不要再订外送了。现在教官是包，就要有人去担了，这个没有办法，教官很麻烦。我们会偷偷跑去一家店的外面，就是那个栏杆，然后那个店的外面这样喊说：“阿姨，我们要吃蚵仔面线三碗。”然后阿姨就会跑过来送，然后我们就要跑回教室吃，就是不能被教官抓到，也是蛮好玩的。想一想，我们学校这样也是蛮好玩的，对嘛？不然我也没有这个故事跟你讲。啊，我们那个没有，因为它是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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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姨就是可以直接穿过来拿过来。然后我记得那个阿姨旁边好像也有一家饮料店，也会有人从那边叫饮料。然后那样很白目，就会订一大堆，然后那个就很难拿上来，然后那个杆子又很高，然后对面那个阿姨都这样抱，这样子推，然后再这样跨过来，阿姨很难，阿姨钱很难赚。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